欢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直播。今日就天公造美啦，天气非常之好啊，咁啊啱晒踢波嘅。睇下一阵场波嘅比赛过程会唔会同个天气一样咁好先？喺咁样嘅球场比赛，气氛啊唔同晒噶。系时候啦！曼联今日做唔做到联赛冠军，就仲有机会射啊！呢球波入咗啦，入咗啊！呢个波，呢一个系咪个好开始呢？真系够晒冷静，攞得好准啊！有时真系唔使谂咁多嘅，好似呢个波有机会咪射门咯，射门边度救到啫？在这么重要的比赛，第一个入波亦都特别重要的。犀利咯！呢球波令到啲球员都好嗨啊！哇，啲球迷好似仲嗨喎。维迪，仲继续推紧啊！到底会点呢？起到脚啦！一樣踢走呢個波，巴治奧，史高斯將個波送去側翼，喂，餐屎啊！入咗我啊！领先两球送晒啦，呢球波劲到咧，成个飞弹咁飞埋去。呢个波射埋去咧，好似用晒全身嘅力咁啊！即系冇奇迹咧，都冇可能挡到。曼联连入两球，而家领先2-0。而家嘅情况唔同晒啦，其中一队好明显控制住场波啊！个波就过咗边线，呢个界外球啊，掟得曳啦，咁容易啊，俾人抢走嘅。佢越咗位啊！呢球波过唔到啦，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高空传球，今次啊输俾后防球员啦，不过佢唔使几耐咧，相信就会再嚟过啦，起脚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，睇落咁容易嘅，对方连凳尾都望唔到啊！睇落好似有少少越位啊，其实佢走位就啱啱好 timing， 好越位入埋。
遥遥领先三球。半场完啦，话就话净系踢咗半场啫，不过睇嚟下半场咧都唔会有太多分别噶啦。上半场要领先三球真系唔容易嘅，只要下半场咧唔系太过大。八字我一脚就掟埋去，啱啱好啊，将个波啊挡咗出去。对手中间有少少空位啫，就俾佢摄咗入去，可以起埋脚添。出矛招俾人捉到啦，罚球啊！大脚解围，巴治奥试下压，喂有机会啊，入得好靓啊，都分晒胜负噶啦，问题系赢几多球嘅啫。睇正个龙门前面，点射都入啦，系嘛？哇！佢喺禁区里边咧，嗱都有咁多时间喎，吓对手好似当佢冇到咁，搞到佢啲入波啦，真系好容易。第三个入波。今场波个最佳球员都怕只系佢啦啩？我谂后防见到佢都惊，成场波都俾佢压住嚟踢嘅，完全冇得唞啊！曼联完全冇人挡得住啊！又系界外球，一个传球挡咗啲球波，史基泰尔大脚解围，起跳啦，头槌顶得唔错啊，不过咧就入唔到。哎，我个同行话斋超级大傻仔啊，我谂系讲佢。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比好啲至得。其实佢睇啊，睇得个局势好清楚噶，系比波嘅把握咧就争啲。过唔到对手啊！射门啦，越咗位啦，而家就等紧换人。佢话喺球迷嘅欢呼声当中咧就出场。佢今场嘅表现都对得住班球迷嘅掌声嘅。我谂球迷同教练应该都几满意佢嘅表现噶啦，可以安心回去场边唞下啦。维迪呢个直线靓啊，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维迪个企位企得好啊，好波啊！可以话系落井下石啊！咁样赢法，佢都赢咁多啦。有机会拉开嘅比数啊，梗系要继续把握啦。换人啦噃，咦，两队都换啊！嗱，要赞咧，佢意志力应该几好嘅，不过咧有心无力啦，教练换佢落嚟都啱嘅啦，好似大人虾细路咁啊！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有机会入波，呢球点咧？哇，真系唔留情嘅噃！哇，睇嚟入波应该陆续有嚟喎。
时候要禁制换人噶啦，啊，而且两边一齐换噃。呢、這个球员入到波，今场嘅入。最后嘅鸡声响起，曼联喺今季有个好嘅结尾啊！比赛结束啦，喂，点睇先？系啊，家谦，其实我哋睇咗咁多年波啦，对对波开头都梗系想话赢波啦，攞冠军啦咁啊。不过咧，通常都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嘅。季尾嘅时候，咪又要面对现实咯。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，